地状元。葱油饼，那有这个名，何解呢？都那无同款啊！哦，哇，排队排遐长啦！哦，这无同款哦，大家食看卖啊！哎，排后面，排后面，排后面，大声，排后面，排后面，对啊！烧油，烧油，嘿，怪呢，现在我这个站不起来，不要哦，嫩哦，个 Q， 那个棒，哦，哦，我这尝那个绝，阿正兄，哎，这是你做的呀？不是哎，不是哦，哎，那这个是。哪里做的、啊？这个是我们看内地很有名的一个葱油饼哦。很有名的葱油饼。对。没拍家呢，这应该我来去二姐，快到底安那做？那有这站不起来的葱油饼。三百六十行，行行拢会出状元。饼啊，站袂起来上好食。葱啊，放较济嘛不惊。维持品质标准化，急速冷冻有机卡。冰面的功夫真好吃，阿涵啊不断研究用心拼，冷冻葱油饼叫伊第一名。头家，头家，咱甲报讲哦，恁家哦是咧做迄个站不起来的葱油饼，是恁经营的，是，真实哦，是安怎那会讲站不起来葱油饼？哎，葱油饼那个葱油饼啊，会站不起来，是应该坐咧食，免个徛咧食安尼啊，无那站不起来。我们做的葱油饼哈。就是外酥内软，补充多，凉的皮也不硬，所以站不起来。啊，一般外面的葱油饼，葱少，啊皮一不煎就硬了，然后凉掉也就硬了。哦，硬过。是你都坑他裤的，就赶快个弄弄诶，没有垫起来。对。哦，就是安尼哦，这站不起来的葱油饼嘛。是。这好吃的葱油饼，自从老头家手头开始做，已经将近有60年的历史啊！伫中庙一带啊，真有名啦。头家阿汉兄呢，经过技术的改良，名叫做徛袂起来的葱油饼，唔那是讲卖场的人安尼摆甲长落落哦，而且呢，佫利用网络写甲贵的台湾秀，上好的时阵啊，一日会当卖甲1500多块啦。哦，不过我真好奇咧，这徛袂起来的葱油饼啊，到底是安怎做的啊？葱油饼好味道，葱花青绿活跳跳，祸水擀面拦不倒，跨跨阿强跟着教来跟着教。实在打拼，认真的生活，草地状元。